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哎，小兄弟，咋了？有没有看过 Porsche 哥啊？立领有没有？手拿包，豆豆鞋 ，Porsche 哥就是我。今天要干什么？哎呀，这个哪里寄来的呀？哎，我老家寄来的，老乡啊，老乡啊，当然是老乡啊。Turismo Arena， Turismo Arena 是这个专攻顶级车款超跑的碳纤维套件的一个厂牌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是委托这个叫做捷阳国际汽车零件部品公司帮我们进口过来的。这个捷阳汽车啊，它是专攻这个汽车的这个外观部品，还有这个底盘强化改装，跟这个汽车灯光相关的系统升级，都可以找捷阳，好不好？露天拍卖、虾皮拍卖都找得到，放在这里啊，大家再去找一下。今天来开箱给大家看一下。要讲多少钱吗？大概是20,000，给你们参考一下啦。那时候我这个想要存钱买这个大包，有没有？你说，哎，我想存钱买这个大包，哎，存好了，我存好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嘛。好，开箱。来了来了，哎呀，开箱是最开心的。哎呦，这个好大，这应该是屁股。屁股。哎呀，我的领子有没有垂下来？要保持立领啊，要保持身份地位，你知道吗？哎 ，Aluna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保证书，假一赔十，再送酒箱过来。先拆一个车头。哎呦！拨开乌云见明月，月黑风高杀人夜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哦，好嘞，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给你先看一下喽，好不好？小兄弟，装上去就这个样子，可以没？挺帅的。这个就先放下来好了。不放吗？会不会掉漆啊？会刮到是吧？不就才20万的东西吗？很重要吗？哦，蛮重要的，放着。上方宝剑出鞘了，这样怎么关门啊？门打开装上去吧。真的假的？这么高级吗？我不是很相信呢。后面也要打开啊？怎么可能这么高级？真的假的呀？这有一点太高级了吧？这个到底强不强壮啊？好了。您对于这个大包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看法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。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Porsche 哥，点赞三连，好不好？那大家下次见啦，啊，拜拜。我的这一周是我的生日周，我生日都过多久了，才开300公里的台抗，终于计划启动，来到了阿吉的车工车业泰山店，带大家开箱一下我的铝圈跟轮胎。轮胎我这次选的是这个倍耐力的 PZL， 很久没用了，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条很屌的胎。好了，铝圈也来了，要特别感谢这个 Outback 资讯男，应该是 Outback 用最快的速度哦帮我们弄来。这就是上次帮我们做处理凯迪拉克客制化铝圈那件嘛，很帅。我们上次凯迪拉克特地做了一个黑人的铝圈，来，这是我选的，这个是类似这个台抗原厂型的。台抗如果去原厂选配表，应该有这卡圈了，只是我们没有在原厂选，因为预算破表了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们花了那么多钱，第一个我们也是分期付款，第二我们也是省吃俭用，第三我们也是能省则省。哎、欸，阿呆叫我选什么冰川蓝那个我都没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大家看一下，还蛮帅的。因为我觉得啊，电动车，我其实一直以来我就看了很多哈铝圈，但我就觉得电动车还是要有一点点那一种科技感，然后有一种像刀片式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现在很多电动车的那个铝圈都做起来都会很像，比较利落，比较平整，然后有点偏向刀片式的铝圈，像新的那个电动车的 mini 有没有？6把菜刀。对啊，那个很平呢、欸。
对不对？它是整个饼的六把菜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。我觉得看来看去，真的还是这一卡，我觉得比较符合这个电动车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装上去，然后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包。到时候这个就要原厂要拆掉，因为它这个包到里面去，我觉得还蛮屌的。所以你到时候门关是不是就会关在里面？对不对？蛮酷的。啊，其实这个运来的时候就有伤了，你看这边有没有有那种磨到的痕迹？哎，花200,000一般人应该忍不住哦。我是还好啦，小小的算了。反正你上下车脚踢到干嘛？过一阵子还是这样就算了。就不是很严重啊，如果真的断掉，我那新加坡要懂，那装具我觉得看不出来，还好。然后后面也是要取代，也是取代件，好，所以要把原厂的饰盖拆下来，合上去。好，这边你看，哎，这边叫带掉的，你叫那带断的，那时候有吗？那天没看到。这个一看就是后面才磨到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连泡棉一起。这不是。我们运来的路上就是车工运来的路上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也是蛮脆弱的哦。这个车陆续跟大家报告还要做什么？除了这个大包先上去之后呢，铝圈上去之后，再来应该就是要送贴膜了。你要把贴纸撕掉？不以为，我刚开路上，人家摇窗户跟我招手，哎，别闹了好不好？我就因为你们这个贴纸，我再放三个月我都不敢开。没有啦，不敢开是因为还没有贴膜，我怕跳石啊，我家那边的鸟大便啊。哦，伤到车漆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完成之后，我们还要去研究一下这个贴犀牛皮或是贴膜，接下来就慢慢研究啦。因为我看到外厂好像有一些它可以做一些选配，它会拿原厂的料件来帮你把当初你没选配到的东西装上去。好，这一点呢，保时捷就资源比较多。你如果像是那种 B&W 也有这个服务啊，你就是新车的时候你没选配到的东西，其实你可以请原厂帮你进料件，再帮你后面再把你当初后悔没有选上去的配备再加上去。但是宾士就不行，宾士就是当初你没选他就不理你，就是你要花钱他也不给你，你就要自己去，对，你就要自己去外面想办法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施工。你知道东西什么时候最难拆？什么时候？你知道东西什么时候最难拆？车主在旁边的时候。装螺丝，塑胶螺丝。你看你们这些车主就这样，人家原厂辛辛苦苦那么多螺丝，一颗一颗把它装去，你买回来又一颗一颗把它拆下来，所以你们这些车主是不是很莫名其妙？为了省钱哦、喔，原厂没得选啊，原厂没得选哦、喔，对对对，原厂没有大包啦，对对 对，有啦，原厂不是有那个越野套件？哦，它是越野套件，对，越野套件好像也没这个夸张哦，不知道装上去会不会很浮夸？我觉得装上去好像应该会蛮浮夸的。原本的胎压侦测器要留着，要移去新的轮框那边。
要下保杆，要下保杆，因为你要拆这块，它这一块的这半部抓起来，它是直接把做替换件，把这块拉起来，然后再把你那个卡缝件给装上去。看拆下来，我们在扣那个扣子的时候会比较好拆。哦，拆下来比较保险。它连这个脚灯都要拆哦。没有，因为我怕里面有藏螺丝，所以我先把它拉上。哦，他说也太复杂了吧，好多线。你看这拆下以后才发现这鲍鱼竟然那么大，比我头还大。装在上面看都觉得好像还好，就是拆下一看，你看这边，你从这边拍过来超大的，很厚，很厚，啊，很宽又大，超大的鲍鱼。现在整只保杆要卸下来，他们可能觉得拆下来他们比较好做，比较好做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的轮胎已经装去了，胎压已经换过去了，一颗而已，一颗而已哦。哎，那今天要长期抗战了，没那么简单了，装得太紧，它纽扣有够多的。把它合上去哦。嗯，看你啊，怎么好像会掉啊？会不会开开下巴掉下来？还好，因为它扣子很多颗。哦，它要拆很多东西。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，它这个包前面的问题就是说。在它前面这一节这一段，它是密合度是不错的，但是从这个点开始，它就开始有一点偏，开始有一点偏一点偏一点，然后导致后面说它越偏越多，说扣不上就扣不上去，对，会扣不上去，卡住了。但这个的话，就是因为卡缝件本身就会有说会有收缩的问题，对，所以它基本上有时卡缝件来，我们还会再做一点小修改，才可以完全的密合上去。稍微磨一下才进得去。对，就是可能小修一点，小修一点，小修一点，因为它现在这个修这边嘛。对，因为它现在这个点就是完全靠着，那我们没办法说完全推到底。嗯、完全推到底的话，我们卡扣会卡不进去。好吧，修吧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开始。撕着会不会有点难过？我是不会啦。拿马赛克的老板呢、欸？撕着不会觉得头痛吗？我不太想看到这个。哎呦，后面看起来比较顺利一点。后面感觉比较好拆一点，拆的东西比想象中多。它螺丝弄一堆啊，那边挤，一直瘦，一直瘦。看我脚踢尾门啊，怎么办？脚踢尾门怎么了？在这里啊，感应器在这啊。哦，是要把它移过去。而且还是粘着的，不知道拆下来会怎样。可能要移到新的那个后把，看到没有？小胖做到那个手套都破了，这打爆打保险套破掉一样，保险套都破了还在弄。如果把这两条啊，把它装在粘在后保这边呢、啊，会不会人走过去尾门就开了？应该照理讲应该是会的，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它这两条是感应的嘛，它把它粘在后保，只要车子接近你，离你太近，你后门就开了。所以，可是它感应线蛮里面的，就是感觉脚踢要蛮里面的。哦，你说它伸很里面了、哦？对啊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
现在就是一直拼命拆。他院长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撞过了。他说很丑，超丑的啊，看起来好像撞过，而且他胶还软软的。你看这胶也是打得超丑，哦，够丑的，好像撞击过那种，还是真的撞过的。难怪等那么久。哎，刚量出来了，阿奶还不把文公尺拿来？哎，他们刚不是有？来，看一下这个钢梁是怎样。富贵有没有？富贵，我跟你讲，差一点就死别了。哎，差0.5公分就死别了呢。或许是不是有量过啊？哈，差0.5公分就死别了，要死啊，生离死别。哇，它一个螺丝哦。对，它是一个螺丝，它里面是靠这边去卡着它，然后后面螺丝推着。哦。所以它才就不会跑出来。我靠，一个螺丝而已。对啊。设计的是还不错，蛮方便的。啊，终于搞定了，结果一天也是搞不完啊，弄到晚上人家休息了，隔天继续站才完成哦。因为它这个大包做的真的是太密了，我觉得密合度其实是不是叫超好，是超紧，紧到不行。我都帮忙在那边塞半天，好，终于把它搞定了。啊，那你觉得这大包怎样？还不错啊，稍微比较有杀气一点点的吧。21寸的铝圈我没换上去，只是我觉得铝圈总好像有点内缩，可是原本好像更缩哎，原本更缩。对啊，所以也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呢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它在旁边这个是有一个定风翼的，有没有？这种定风翼，而且它密合度真的做得蛮好，它就真的是完全是密合，真的完全是贴合。这到时候我不知道它贴膜要怎么贴。现在我们现在应该是降到最低的状态，所以其实看起来你觉得有很低吗？还好吧？还不够低，还不够低。对，是最低的啦。哎，这电子的不能改，拍谁？然后呢，这个侧裙的部分。好，密合度也是蛮好的，而且啊，它整个有包到这个里面来。你看哦，我这样门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门打开，有没有？其实它包到里面了，它已经取代了原本的侧裙。好，那旁边有一个像定风衣的东西，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喜欢的。好，那铝圈终于，那个原厂真的不能看了，铝圈终于有恢复到至少还能看了，虽然是原厂式样嘛。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我比较低调一点。好，这原厂式样的铝圈就好了。然后再一个就是，它这个好像最后宽出来，所以上下车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要小心不要踢到。对，你要上下车很容易不小心就踩，啪，整只车你就被踩下来，会不会啊？好，这上下车哦，我很怕老板娘，我有点担心，他有时候噼里啪啦的，啊，还是弯街哇，
甩门就走，怎么办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老板娘很温和，不会不会，她不会这样，她不会这样。我们昨天原本拆的时候以为后包很快，可是没想到还是修了很久，还是要有一点点修改。而且它这个后包塞进这里真的塞得超紧，我们昨天大概有四五个大汉在那边，他从那边塞进他原本的保险杆里嘛，塞的这个真的塞得超紧，看完全超级无敌有够密合，整个是塞的。不过啊，不过有个缺点，脚踢感应就不好了，因为厚度变厚。对，它厚度变厚，脚踢感我是还好啦，因为脚踢我本来就不常用，我都用按钮比较多，所以我就没办法，爱改车就只能接受了嘛。如果是你，你应该也会接受吧？对啊。好啊，因为它下面有两个感应线，如果你们看影片就看到，感应线贴上来以后发现好像太厚，感应不到。哇，这个包真的很夸张哎，这个包延伸到下面去了，是超深的，你看有没有？也谢谢他们哦，弄那么晚还在那边修改，在那边磨，慢慢的一点点一点点修，把它弄上去。而且它这里也有呼应到前面哦，它不管侧裙还是前面，它都有呼应到，都有这个定风衣，很棒。400公里应该破了吧？等一下，最后影片最后把你那个在苦瓜里面放上去，应该是破400了。他妈的，在开老板的车载去了，哇哦，466了呢啊！阿呆给我开100呢哦。好，反正我跟他也不是很熟啦，接下来呢，慢慢的再跟他熟悉一下。接下来呢，还会陆续再跟大家分享我在这台车上面还要搞什么东西，搞东搞西，再拍影片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最近呢，要好好跟他培养感情。那贴纸昨天也很依依不舍的都把它撕掉了，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把自己的照片跟全家福的照片从这个车上撕下来，怎么还会有点惆怅感的感觉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莫名其妙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还会继续搞，还会继续搞，还没搞完，哦，还有东西要搞，还有东西要搞，哎，还是要看一下我车内的那个，那个，来，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车内有一个很屌的，我跟你讲，这台车手机架我找有够久，最后这个 Avaya 的有没有？我用吸盘把它粘在这，然后呢，我有去买那个膜，所以这一块呢，我有贴膜之后再吸，因为我怕不知道会不会吸怎样，而且还蛮紧的，哦，你看，然后现在手机就这样。哦，可以充电。你刚刚给我偷假，你在那边装，不是吗？你要业配，可以充电哦，耳麦手机架，而且它附蛮多种那个支架的。那我比较不能装的原因是，你看它这个出风口是没有叶片，所以它其实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粘。你光吸盘，它前面的距离，前挡距离也太远。你如果前挡的话，拉出来超远。有没有？所以我就大概走个线，走到这下面，这下面刚好有个空间，哦，而且它这个灯光显示啊，有没有？它有灯的颜色，还蛮漂亮的，蛮有质感的啦。我觉得，哎，欸，要搭我们这个，哎，欸，这台车如果是你的，你手机架，请问你要怎么从何找起？我在网络上我还找到有更蠢的，有些是掉在这里的，你有没有看过？掉在这里，有一些是，对，有一些是抠住后照镜的，然后这样，我就觉得，哦，有啊，好像有一点太突兀了，因为而且会挡到视线。对，然后它可以用横的，它可以转直转横。可是我觉得很挡视线啊，这个就已经很挡视线了，你又延伸下来，我觉得超挡视线的。所以弄来弄去，哎，欸，刚好我们长期干爹 Avaya 他们这一组，我觉得目前用起来我是觉得还不错。而且就算我可以用叶片，这个地方好像也很奇怪，而且会挡住我的空调萤幕啊。开抗这个车啊，要挑手机架真的要挑很久。我那时候上网找超久，后来刚好泰山拿这一组给我，说我们 Avaya。有做这個，因为他都是做这个线组嘛，之前我们也做很多次，我们现在全公司几乎都用他家的充电线。对啊，而且他 Seven 也有卖，哦，能在 Seven 卖就代表品质应该有一定的水准了。他只要摸这里有没有，看，然后再给你旋转，可以看你要什么角度都可以。好，然后看，哦，我是觉得这个角度比较不会讯息被老板娘看到。怎样啦？很尴尬，有时候很尴尬，你不会吗？我还好啊。你还好的点是你没有女朋友，还是旁边没人？好，哦，旁边没人，不行啊，男人就知道，这个还是要留意一下。好，然后这个，好，不要再看老板娘了。
你、欸、看我们的那个娃娃可不可爱？刚好粘在那天窗上面，后面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黑人抱枕，有没有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有做那个小贝贝，到时候我跟小贝贝丢在一起就一套车用的那个车用三件组，好不好？等用好之后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了哈。赞呐、啊！哎、欸，我今天要不要把它开回家？很久没开，你开开看。不是，我是在想说，它现在这样子的轮胎有没有开起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弹跳可能会变比较大。今天开回去看看，我很怕会被磨到。不过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抬身、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另外阿呆喘气啦，另外，哇哇哎、欸、哇哇，另外哇。新车回来了，拍他喘气啦，要拍他喘气啦。笑笑，哇，还包包，还叫隔壁拿包包，哇哇，阿呆啊，在台扛喘气啦，你看啊，哇，要死啊！公器私用哦，公器私用啦。哇，来来来拍，哇，阿呆今天穿很秋呢。看他今天穿格子的宽裤呢，哎呦，哇，体检要穿宽松一点，人家帅呢，哇，好帅哦，不塞啦。